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一个等差级数，等差级数我简写成 AP， A 代表算数 ，P 代表级数，算数级数。好，那现在他说首项是负七，公差是5，他要你求前20项的和，那我们可以代公式，20项的和等于多少？n 是20嘛，啊乘以多少？2乘以负7，加上 n 减一 d，n 的话呢是多少呢？20项，20减1d，d 的话是5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这个就10嘛。啊，后面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19，19乘以5嘛，5×9=15，即4。95减掉14，81，81乘以10就是810，所以答案是810。